的革，经过加工熟制的兽皮叫做革，没加工的兽皮叫做皮。哎，说得对，革不仅表示熟过的皮子，还有加工改造变化的意思，所以就有革新革命变革改革等词汇。这是一条革带。革带就是皮带吗？是的，古时多称革带。看这位兵士把革带缠在腰间，用力一勒，这就是勒子。骑马备鞍也必须把马鞍子的肚带用力勒紧，所以革字右边加个力字，就是勒字。勒，勒勒，勒紧的勒。勒。这个字的第二个读音是勒，用力勒住缰绳，使马不能奔跑，就是勒。有句成语叫做悬崖勒马，就是这个字。勒，四声勒，勒马的勒，勒，勒马的勒。这是什么字？雨，下雨的雨。哎，雨是多变的，有大雨、小雨、暴雨，还有雪夹雨，有时还有冰雹，真是变幻莫测。月亮也是多变的，有时明，有时暗，有时远，有时近，有时像只弯弓，有时又像个圆饼。刚才讲过，革有变的意思，再加上雨和月，把这三个含有多变意思的字写在一起，读音是罢。世上的多数人循规守法，讲道德，讲信义，勤劳从善，可也有一些人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，像暴雨一样肆虐多变，今天说与你友好，明天就来欺辱你，横行无忌，成凶成霸。霸，霸霸，霸道霸占霸权的霸。霸。这件皮袄是用熟过的羊皮缝制的，一张生羊皮必须经过繁琐复杂的加工程序，才能变成各种各样精美的皮具和皮衣。这个革字就有加工改变的意思，土也需要加工改变，不经过开垦整治是无法耕种的。碾造这样一块打麦场，也必须筛选黄土，并且掺沙掺灰，这种经过加工的土叫做秦。在革字下面加个土字，就是秦字。是勤劳的秦字吗？别急，听着，要掺沙或者掺水就得出力，把这个出力的力字加在右面，意思是出力气加工土地，才是勤劳的勤字。勤，七银勤，勤劳勤奋勤俭的勤。勤。方才学过的勤字还有第二个读音，读锦。锦是经过加工的土，人说话也要加工，不加工难免语无伦次，词不达意，所以在说话前经过思考选择词句，才是出言谨慎。尤其是在古代帝王面前，臣子说话更要选词择句，出言谨慎。把语言的言字旁加在左边，就是谨慎的谨字。谨，积银谨，严谨谨慎的谨。谨。这是木槿花，既可供观赏，也可做解热的药材，因为它属于落叶灌木小乔木，所以用木字和锦字组合，锦，
木字旁锦，木锦花的锦。锦，勒，勒紧腰带的勒。第二个读音乐，悬崖勒满的乐。霸，霸道的霸。勤，勤劳的勤。谨，谨慎的谨。老爷爷，咱们该上课了吧？对，你们看，太阳落了，天鹅们都回到湖面上来了。鸟类都有羽毛，还记得这是什么字吗？羽，羽毛的羽。这是一只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鸡，小鸡刚出壳时身上羽毛很少，很软弱，很弱小，这就是弱字。你们看，羽字上面的笔画很像两只光秃秃的膀子，过一段时间才能长出羽毛来。弱，弱弱，软弱，弱小的弱。弱。这是什么鸟？这是一只小鹰。你说它在干什么？自己玩，自己练习飞。对，自己用翅膀练习飞行。它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在高空翱翔，飞得那样自如自在，也想飞上天去，于是就自己扇动翅膀不停地练习。这是什么字？这个字是鼻子的形象，自己的字。对，把羽毛的羽和自己的字组合起来就是练习的习字。后来把字字当中剪了一横变成白字，这个习字也可以理解为鸟用双翅白天在练习飞行。哦，它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。嗯，它飞得真不错。可是它还没有练好怎样安稳地降落，多亏它抓住了树枝，否则掉下去就不堪设想了。这就是练习的习字，后来为了书写方便简化成这个样子。这好记，半个羽字就是习字。对，习，习一习，学习练习的习。习。你们看，他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扇子。那把扇子是用什么做的？看不清楚。哎，看，这就是一把羽扇，是用羽毛制作的。在没有发明纸张之前，这扇子大多用绢、芭蕉叶或者羽毛制成。要想扇风，就得摇摆呀，就像一扇单扇房门一样，闪过来闪过去。你们学过，户字代表单扇门，跟羽字组合就是扇子。扇，施案扇，蒲扇、折扇、羽毛扇的扇。扇，这个字还有一个读声，读一声扇。扇扇子，扇子不扇是不会有风的。我妈妈点火锅时就扇扇子。哎，那是在煽风点火，为了表示得更加清楚，就需要加个偏旁。既是煽风点火，就用火字做旁表意，再用扇字表示读音，就是煽风的煽字。这和扇字的第二个读音是一样的，意思也相同，有了火字就更容易区别了。这个字引申到社会生活中，
还有煽动、煽惑的意思，鼓动别人或者大众去闹事儿，就叫做煽动。这个字还有另一种写法，因为煽风要用手，所以在扇字左边加个提手也是煽字，和火字旁的煽字意义读音完全一样，不过现在多用火字旁煽。如果要写扇了一个耳光或是扇他几下时，则多用提手旁扇。扇，扇风、扇动、扇火的扇。扇，扇火的扇。扇，扇子的扇。弱，软弱的弱。习，学习练习的习。我们跟小鸟一样，要想飞就得好好学习。您说的对，就是要好好的学习啊。嗯嗯。毛，羊毛、牛毛、毛笔的毛。呀，这么多羊毛。这是一件羊皮袄，不论是皮袄、棉袄或是单衣，都是衣。这是什么字？这就是衣服的衣字。哎，人们穿皮袄大多是毛在里边，可他们两个穿的皮袄却是翻毛在外，是与一般的皮袄相反的，所以要把这个毛字倒过来，再把折钩去掉，然后与一字组合，就是外表的表字。表，波一袄表，外表表面的表。表。动物都有尾巴，据说老虎和豹子的尾巴最厉害，用力一甩，可以打断一株胳膊粗的小树呢。你们看。所有动物的尾巴都是有毛的，是跟它们身上的毛连在一起的。记得这是什么字吗？尸，表示尸体和身体的尸。对，用它和毛字组合，就是尾巴的尾字。尾，尾尾，末尾，尾巴的尾。能看得出这是在做什么吗？能，这是在做毛笔。对，毛笔的笔杆大多是用竹子做的，笔头是用兽毛做的，所以制笔的人都把它们叫做羊毫、狼毫、鸡狼毫等等。所谓狼毫，不一定是狼毛啊，无论什么动物的毛，反正是毛。哎，说得对，看，把用兽毛制成的笔头装在竹子杆的下端，就是毛笔。用竹子头表示竹子杆，再用毛字表示兽毛制成的笔头，这就是毛笔的笔字。后来铅笔、钢笔、圆珠笔等等也都沿用了这个字。笔，波以笔，毛笔的笔。笔，你说这位农民肩上扛的是什么？看不清楚。现在再看。哦，是耙子。不对，是耙。对，是耙。我们学过，耙是农具。农具用什么字来表示？用耒字。对，农家人精耕细作，土地都要多次的耕犁涝耙，耙具用久了就会磨损。你们看，这是一张非常完整的新耙，但是经过多年使用，耙钉被磨损被消耗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就像兽毛一样，根根朝上却长短不齐，所以用毛字与耒字组合，就是消耗的耗字。
耗，喝耗耗，消耗损耗的耗。耗。油灯里的油耗干了，人的力气快要耗完了，都是这个耗字。另外，这个字还有坏信息、坏音信的意思，比如说传来噩耗也是这个耗字。哦，有人把老鼠称作耗子也是这个字吗？对，这是它的俗称，因为它常年消耗人们的粮食，所以把它们叫做耗子。哦，明白了。该练习写字了。桌上有小刀，用刀子撬啊。啊。砚台揭不开，用小刀可以撬开。大石头搬不动，可以用杠子撬。一开始只能撬开一条细缝，就像毛一样细。再撬，细缝就越来越宽。所以就用三个毛字来表示。因为撬要用手，所以要用提手做旁，这就是撬字。撬，七拗撬，撬杠撬开的撬。撬。这个字的形象是野兽的爪子印，上面的一撇是野兽抬脚时滑下的痕迹，读音是变。古人看脚印是辨别什么野兽，所以读变。哎，说得对，要辨别出野兽的种类、大小和走过去多长时间，就必须仔细观察，用心思索，才能辨析出来。这个字念西，是看着脚印儿用心思索的形象。西是知道的意思，辨析就是通过辨认知道了。知悉、熟悉，都是这个字。西与心声母相同，所以心在这里还有兼表读音的作用。西，西西。辨析、知悉、熟悉的悉，悉。哦，他们在逗蛐蛐呢。蛐蛐就是蟋蟀。蟋蟀叫得可好听呢。蟋蟀是虫子，所以用虫字做旁表意。又因为蟋蟀的叫声人们都很熟悉，所以用蟋字表示读音，这就是蟋蟀的蟋字。蟋，虫字旁蟋，蟋蟀的蟋。蟋。这两个农民要到田里干活，突然发现了野兽的足迹，那就用田地的田字和表示兽迹的变字组合。这个字的读音是翻。翻是什么意思？野兽来到田里是外来者，所以在古时人们就用藩来指外国外族，称外国是藩邦，人是藩人，就连西红柿也因为是从外国引进的叫做番茄。另外，藩还是量词，与回次相同，比如说你们俩打羽毛球，经过一回比赛也可说是经过一番较量。人常说的三番五次就是次数很多的意思。哎，翻翻翻，古时表示外族，和三番五次的翻。翻呀，死了人了。这是古代的人们在送葬，也叫出殡。他们手里边拿的是什么旗子？哎，准确的说那叫翻，因为翻是用布做的，所以用金字做旁表意，用翻字表示读音。这种翻沿用了很长时间，
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引魂幡。幡，金字旁幡，引魂幡的幡。幡。这两个农民伯伯又在耕地，不，这是种地。对，是在播种。很早以前没有机器，连种麦的篓也没有，播种全靠一双手，所以用提手与幡字组合，就是播种的播字。那时候人们不会点种，更不懂得引作建作，播种的时候只是把种子抓在手里往田里播撒，播就是撒开放开的意思。所以电台电视台把信息播放到广大地区，就叫做广播播放。播，播播播，播种广播播放的播。播。啊，看这些鸟在海面上左右翻转，上下翻飞，飞得多么潇洒呀！用鸟类特有的羽毛的羽字和用来表示读音的翻字组合在一起，就是上下翻飞的翻字。翻，翻翻，翻转的翻。翻，西，变西，熟悉的西，虫字旁西，蟋蟀的西。翻，三番五次的翻，金字旁翻，引魂翻的翻。播，广播播种的播。翻，上下翻飞的翻。老爷爷，孙悟空翻跟头也是这个翻吗？是的，看书要翻书页，睡觉翻个个，两个人吵架翻了脸，跟外国人说话要翻译，你在家淘气翻了天，你妈妈批评你，你还冲她翻白眼儿。孩子们，今天学字之前，先让你们猜个谜语。好啊。早上四条腿，中午两条腿，晚上三条腿，是什么？是妖怪。哈哈哈哈，不对，你们看。都看清楚了吧？看清楚了。猜到了吗？猜到了，是人。四条腿是指刚学会爬行的婴儿，婴儿出生不久，好比是人的早上，所以说早晨四条腿。我也猜到了，婴儿长成大人就会用两条腿走路，好比是人的中午。三条腿是指老年人拄拐棍才能行走，好比人到了晚上。哎，猜得对，是人。看，前面一个人在行走，另一个人跟在后面也在行走，这叫做跟从，或称随从，这就是从字。从还是个介词，用来表示起点，从这里到那里，从北京到上海，还有从门缝里往外看，都是这个从字。从，吃翁从，跟从随从，从这里到那里的从。从。
个字的读音是众。众是三个人的意思吗？不，草字头是两棵小草的形象，却表示很多的草。森林的森是三个木字，也不是说只有三棵树啊。刚才学的从字是两个人字，但有时一个主人可以带十个、八个，甚至更多的随从。总之，两个以上相同的字放在一起，大多是表示很多的意思。众就是很多人的意思，比如群众、大众、民众等等。众，之翁众，群众，众多，众人的众。众。好久不见，仁兄一向可好？好，他们两个一定是早就认识。对，早就认识。认识的人见了面就要说话，所以用语言的言字做旁表意，再用人字表示读音。你们每天在这里学习认字，也是这个认字。认，日恩认，认识的认。认。用人字与别的字组成新字时，有时直接用人字，更多的是用单立人。单立人是人字的变形，用它组成的字都与人有关。大爷，谢谢。这个字也念人，左边用立人做旁，说明这个字与人有关，并表示读音。右边的二字表示两个人之间或更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爱的关系。哦，照您说，人就是有爱的意思了。哎，可以这样理解。古代哲学家庄子曾说，人就是爱人。不过这个字含义很多，还需要以后进一步的理解。人，日恩人，仁爱仁义的人。人，仁爱仁义的人。认，认字认识的认。从，跟从随从，从这里到那里的从。众，群众众多众人的众。这是一个象形字，读音是大，大小的大。哎，今天要学的字都是用大字组成的。这个人要在天黑之前到达他想要到达的地方，所以走得很快。这是什么符号？这是走之儿，表示人和动物的行走或是车船的运行。在它上面加个大字，表示人在运行，同时表示读音。这个字也念大吗？大是四声，这个字读二声。达，是畅通到达的意思。人们常说四通八达，意思是这里道路畅通，可以到达四面八方的各个地方。引申到人情事理，就是明白懂得的意思。比如说通情达理，就是既通人情又懂道理。我爸爸工作的地方门口有个传达室，小木牌牌上就写着这个达字。对，传达转达也是这个达。达，得啊达，二声达，传达到达，四通八达的达。达。这是什么字？耳，耳朵的耳。哎，人有耳朵，大象也有耳朵。哦，大象的耳朵好大呀。嘿嘿嘿，耳朵越大就越容易耷拉下来，
所以大字和耳字组合就是耷拉的耷字。有一次你摔了盘子，你妈说你粗心大意，你耷拉个脑袋不吭气儿，有这事儿吗？有。人耷拉着脑袋，动物耷拉着尾巴，都是这个耷字。耷，医生耷，耷拉的耷。耷，这是我家鸡。你有啥证明是你家的？我家鸡冠是红的。我家鸡冠也是。这是什么字？寸，尺寸的寸。寸是人的手的形象，除了表示尺寸还表示手。哦，那这个字呢？这个字念锥，锥是用来表示鸟类的。对，大是人的形象，锥代表这只鸡，寸是手，合在一起就是用手从人怀里抢夺一只鸡的形象。这个字就是抢夺的夺字，后来为了书写方便就简化成这个样子。夺是凭借强力抢夺对方的财物、地盘或是权力的意思。夺，得我夺，抢夺、争夺、剥夺的夺。夺，我家的，我家的，明明是我家的，你给我站住！记得这是什么字吗？这个字是三棵小草的形象，读音是蕙，是草木茂盛的意思。哎，三棵小草在这里却要用来表示三个脚印儿。那到底是三棵小草还是三个脚印儿呢？汉字组字，同样的字形，根据不同的需要，可以用来表示各自不同的意思。组字中常有这样的情况，在三个脚印上边加上一个大字，在这里大字表示人奔跑时迈开大步的形象，这就是奔跑的奔字。为什么非要三个脚印呢？人有两只脚，站着不动是两个脚印，三个脚印表示在不停地跑动，这就说明是在奔走奔跑。下边的三个十字也表示草地，可不可以把它们理解成在草地上奔跑呢？只要便于记忆，你可以这样理解。奔并不只是表示人的奔跑，像马、鹿、虎、豹的疾跑都可说是奔跑。奔驰或急奔，对急流的江河水也可用奔流来形容。奔，波恩奔，奔跑、奔腾、奔流的奔。奔，达，二声达，传达、到达、四通八达的达。搭，一声搭，搭了的搭。夺，抢夺、争夺、剥夺的夺。这是什么字？长，老爷爷胡子很长的长。哎，这个呢？这是长字的繁体字。这是繁体长字的变形，意思也是长。你们说，这把折扇长呢，还是布套长？布套长。对，不论是什么套，都比要套的东西又长又大才能套进去。所以大字和长字组合在一起就是套字。套是名词，比如扇套、椅套、头套、手套。还是动词，比如用布套把扇子套起来。另外它还是量词，比如一套工具、一套餐具、一套拳术、一套刀法、一套衣服、一套工序等等。看，
这位车夫正在套车。为什么要叫套车呢？车夫要把龙头、嚼子、缰绳、鞍子、拉盘等等一整套碗具套在骡马的身上，让骡马听从指挥，所以叫做套车。套车奥套布套套车，一套两套的套。套这个字好记，大字底下一个长字就是套字。大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大看忘了吧？刚学的哪能忘了，大呀就是很大很大的意思。对，你看这个大字的字形如同一个张开手脚顶天立地的人形，它表示人是天下最伟大的动物。现在再学一个比大还大的字。比大还大？一个大字是大，两个大字落在一起就是比大还大。后来为了简便，下面的大字用两点代替，再后来两点变成一点，这样不仅书写方便，字形也更美观。那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？这个字念太，太就是最大最高的意思。比如说太空就是最高最大最广阔无边的天空。你们知道地球很大，可太阳比地球大130万倍，你们说大不大？大，太大了。所以叫太阳。皇帝的妻子称作皇后，是全国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女人。而皇帝的母亲称作太后，比皇后的地位还高，权势还大。你父亲的父亲是祖父，祖父的父亲是太祖父，老爷的父亲就是太老爷了。这说明太比大还大。太还有很急的意思，比如说你说的太对了，天儿太冷了，你穿的太薄了，都是这个太字。太特爱太，太空太后太祖父的太。太，你们看这位将军的形态怎么样？很棒，很威武。这就是形态的太字。所谓形就是形状，也可以说是状态。看他的姿势变了，这是他的姿态。形态状态为什么都要用心字呢？因为这个字不仅表示外形，还常被用来表示人的心理状态。喜怒哀乐都是心态，即便是外貌形态也要受内在心态的支配。所以用心字表意，用太字表音。还有人们常说的态度，是诚恳谦虚还是骄傲蛮横，也是这个太字。太特爱太，姿态心态态度的太。太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？盖房子打地基。对，打地基叫做打夯，夯实很重，打夯要用很大的力气，所以用大字和力字组合就是打夯的夯字。夯喝昂夯，夯实打夯的夯。夯